南无达斯巴格瓦多阿拉哈多萨玛桑布达斯，南无达斯巴格瓦多阿拉哈多萨玛桑布达斯，南无达斯巴格瓦多阿拉哈多萨玛桑布达斯。十戒事宜，在家居士学处，第四章归戒事宜，第三节持戒事宜。问108：曾听到有人劝别人不要受五戒，说不要受五戒，你受五戒之后若犯了戒，会多一项犯戒罪哦。请问尊者，果真如此吗？回答：关于这点，我们且看米林达王问中米林达王和农君尊者的问答。米林达王问说：农君尊者，明知而造恶业者和不知而造恶业者，谁的非福比较多？农君尊者回答：大王，不知而造恶业者的非福比较多。米林达王问说：农君尊者，若我的王子或大臣因不知而造恶业，难道我要加倍处罚他吗？农君尊者问说：大王，你认为如何？若有快被烧的炙热炽热火红的铁球，一个知道者去哪和一个不知道者去哪，哪一个会被烧得比较严重？米林达王回答：尊者，那个不知道者去哪会被烧得比较严重。农君尊者说：同样的，大王，不知而造恶业者的非福比较多。不知阿迦南陀也有无知之意，非福比较多。马胡达兰阿婆娘是指谁造的恶业比较重。在这段问答中，烧得火红的铁球表示恶行，知道恶行者在做恶行时会有惭愧心，因此不会继续做下去。但不知道是恶行或不认为是恶行者，在邪见的驱使下，在做恶行时不会有惭愧心，因此还会继续做下去。由于邪见者不认为恶行为恶行，或不相信业果法则，因此会一再的造作恶业。例如，邪见者会认为鸡、鸭、猪等动物生来就是给人杀来吃的，所以一再的造杀生业，我认为这是恶行。邪见者认为因没受戒，自己想做什么就去做，一旦受了戒就不自由了，这个不能做，那个也不能做。从业果法则来说，无论你是否受戒，只要故意作恶就是不善业，在恶业成熟时就会遭受恶报，不会因为你没受戒去作恶就能幸免恶报。受戒之后不去做某些恶行，就有持戒的功德，而没受戒者不作恶，只是没作恶而已。例如不邪淫，对持戒者来说就有持戒的功德，对没受戒者来说，只是遵循社会的伦理道德而已。当然，佛弟子一旦受了戒，就应该努力持守，清净不犯，否则有违自己宣誓受持后决意受持的戒。问109：请问尊者，犯了戒必定会结成恶业吗？回答：不一定，所犯的戒
可分为性罪和智罪两种。性罪又称为世间罪，是指故意违犯的行为，会生起不善心，其本质是不善的。智罪又称为遮罪，是指无论生起善心、不善心或无忌心，无论故意或无心违犯的行为，为了避免世俗人批评，或使人们生起信心，或者有助于修行，佛陀特别为弟子们制定的戒。在家五戒是性罪，明知才犯，无心则不犯，因此犯了在家五戒会有不善业。有些戒即使无心也是违犯，例如即使不知道已经超过正午，但还继续用餐，也犯不非时时戒。虽然在家居士犯了非时时等戒，有违背自己宣誓受持的过失，但不一定会结成不善业。纯意念并不犯戒，例如想要杀人，但未实际采取行动，因此不犯杀生戒。然而怀有杀人之心是不善心，虽然不犯戒，但有可能结成不善业。除了杀生、不逾矩、欲邪行、虚妄语之外，十不善业中的离间语、初二语、杂秽语、贪嗔邪见，照做这六种语意恶行，即使不犯戒，也会结成不善业，因为他们是十不善业道。因此犯了戒不一定会结恶业，会结恶业的行为不一定犯戒。萨度萨度萨度。